觉得他应该是去把脸弄窄，削骨或者是打肉，应该不至于削骨吧？我觉得他应该是有打咀嚼肌，然后这个可能有做点电音波。所以你觉得你现在目前的状态跟你现在手上拿的照片差很多吗？差一点，有一点多。好，那我们先请杰西准备拿下面具了，三二一，请拿。哇！不同人，不同人，不同人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息地。